定会啊，你跪着这样这样这样。好哦 ，Oh my god。的事情就是我明天要飞日本啦，我要去滑雪。好久。哎，你们在这边干嘛？我们很不幸的遇到了班机延误。这个是什么鬼？现在比较麻烦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安排后面接我们的车啊，然后有买了一些车票，一定是赶不上。全部都延误，就全部都因为我们延误了大概5个小时以上。不过还好啦，因为我这次出门呢有保这个旅重险，他如果延误班机是4个小时的话，其实我们等等可以去找航空公司拿那个相关的误点资料、证明文件。啊，我没有保哎、你不行，你不行。你为什么不叫我帮你保乐天旅重险？回到台湾，再把这些相关文件，然后跟理赔资料寄回去给保险公司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上次在美国，我去美国，我们班机没有延误，可是我们行李6个小时以后才回来，就他坐错飞机了。我跟你讲，行李延误6个小时以上也有理赔。很爽了，因为出国很长，遇到这种状况，尤其是你去一些飞比较远的线，行李一delay可能就是1天以后的事情。对啊，根本就哪里都不能去。对，你知道我那天大素颜哦，美国在美国第一天，每个人都在拍美照，啊就我素颜上飞机，大素颜。没关系啊，就修图啊。对啊，所以记得出国旅游一定要保乐天的旅重险，保险很重要。天哪，这个我好像天助队啦，白马王子都被我拒绝。这是我们基本的服务，必须的。哇，而且教练还很帅哎。介绍一下，这个叫雪裙，它是盖住我们的鞋子的部分，然后再把裤子放下来就可以了。哇，宾至如归。雪裙会有分两层，里面就是 nylon 要把它拉紧。哦。拉紧的话，它才有办法比较好控制你的雪板。哎，真的耶。然后把它放。哎，他听到了。跟你讲，干嘛好痛啊？一堆人在拍比基尼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能拍比基尼。那我要拍什么？你直接用雪就是盖一点，就是这种意思。你这样这样，我听他在说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好像来观光客观光客跟滑雪客。哎、欸，我们在这边超适合比耶的。推推踩上去，那你怎么滑？腿要扶你自己，腿要扶你起来。对，好。我们现在呢要来完成出国前计划好的里程碑之一，就是要在极地里穿比基尼拍照。我们现在是趁着就是比较早的一班，剩下还没什么人，赶快回班，不然其实我就有点丢脸，有点害羞。那屁股好冷哦！你才刚脱。由于天气真的很冷，所以舍不得把整件裤子脱下来，太麻烦了。哦，是太麻烦了，但是往下一带，哈哈哈哈，不是很好看。不要一直拍我下面。这就是我们每次拍出美照之前的例行。跪着是会拍到那个吗？一定会啊，你跪着这样这样这样。
好哦 ，Oh my god！ 下雪了，要去看烟火。哇，喝醉了，哦吼，好漂亮哦，你们看，下雪了 ，Happy 耶 ，HAPPY Happy ING。这边英文教学是不是？快乐，快乐的我。雪峰看的，再过来，再过来。妈妈，那个你让我也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。耶！走吧，走吧。不玩。不可能有打光哎，不可能。啊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什么跟什么？你要跳吗？我只会副歌。好。一定要两天，然后就要休息。这几天真的挡不住，起来像跑完铁人三项，起不来，然后我一直在床上这样，像丧尸快变成。对，一直在被给我营养啊，包在胶土。对，还泡了个澡，今天起来有比较好一点，微一点了，微酸痛，微酸痛那边像是跳完球赛，没有铁人三项那么辛苦。但我自己会觉得昨天那个起床比较像是打完拳击，尤其是这块啊，更白目，更白目。学到的东西有一点点不够，是以初学者来讲，我们滑的算，我们很强，我们算很强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卡在那个 Eastern 还不够完美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真的就只有学了两天，因为它的重心不太一样，一个是我们从后面，然后转变到前面，就有一点点难。而且这一次我们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刚好来的时候遇到地震，对，然后还有遇到有人手摔断。哦，如果我知道，我真的会很难过。对，这边我想要问你，你有保保险吗？就你出国旅游有保保险吗？因为像是我一定都会保保险，偶尔会保个心安。会看去哪，比如说去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，我都会。会耶，我上次去美国我也是狂保哎，直接加到最高。对，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，然后所有人都恐吓我说美国超级恐怖。但其实没有，市中心真的没有那么可怕，比较外张。对。举个例子，像我之前就是有遇到台风，然后那时候也是在日本，整个新干线啊，然后都地雷啊、大停驶什么的，啊，好惨啊，超级惨，惨到不行，然后我们就没有赶上班机，直接机票，对啊，就直接飞不回台湾。其实我们那一班是有飞的，有飞成功，那我们就是没有赶上车，然后会变成说重买机票，然后跟住宿又要再多花，要多一次，多花一个晚上。所以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要保旅游险的话，记得一定要保那种就是有更改旅程的那种，像你这样子。哦，我多买机票啊，跟住宿费，这些都是有在保险理赔里面，就是非人为因素，比如说天气影响啊，对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安心，而且那些钱呢，由保险公司来付，你就不会有多一个另外的支出。我觉得这蛮重要的，比如说像好，我们这次来遇到地震，这个都是我们不可预料的。对，而且我们还遇到有史以来就是最大的地震7.6，比我们台湾921还要大。我们这次来真的好需要保险，是不是？记得下次要保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虽然来日本都会觉得说日本治安很安全什么的，可是其他的非人为因素或者是天灾之类，因为日本的地震其实真的还蛮多。所以如果出门呢，事前有多准备的话，遇到突发状况也不会措手不及。真的很重要，大家记得哦。这一趟我最骄傲的就是我买了一个防弹屁屁，撕了一次。我们去去去去，好美丽。跟大家讲，这个真的超厚，你揍我，你揍我。进去吗？没 feel， 好痛哦。哎，很硬耶，为它是软，好痛哦。哎，去了。Killer， 你要不要打他屁股 ？Killer， 你揍我！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。会痛哎！好，再试一试。好。啊！
雪场了，这个叫什么神龙哦？神乐，神乐，神乐雪场，超美，来到爆炸！好棒哦，视野很辽阔，然后很大片的一个雪场。Hexy， 雪地 Hexy， 对。机价比较贵哦，800跳表开始。看你这个是代价哎，这个也跟代价差不多了。哎，好美哦，超美的。哦，雪地很美。现在就可以开拍了。哇，他们是走隧道。滑雪好赞哦。好，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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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